以往牙科诊所在制作假牙的时候，从病人口内取模到制作装载到病人口腔里，大约需要7到10个工作天。现在呢，借着电脑科技的帮忙，用这种数位化的牙医器材呢，我们可以在当天呢，从取模到电脑的切削到制作完成，装载到病人口腔里，一天就可以完成。那而且呢，制作的成果速度又快，误差又小，又精准，又能够达到个人化，所以数位牙科呢，已经是未来的趋势。欧美现在的牙医教育，大概使用数位化牙科的产品，已经超过了50%。所以台湾的牙医教育也必须要跟进。是我们集合了南部科学园区在数位牙科的优良产品，我们利用软体呢，将它组合在一起。除了能够发挥各个产品的特色以外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组合呢，能够发挥出这种1+1=2的特色。那我们整个阳明在里面扮演的角色，我们除了是来组织这些产品以外呢，我们也利用我们的强项、临床经验、我们的学术研究，达成这整个示范中心的目的。借着这种产官学的合作，我们将我们台湾的数位化牙科的产品呢，推展到国际。我们阳明牙医的团队在数位化牙科的教学，特别是国际的教学，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的国内国外的经验，我们也培养了很多的国际教师。那我们希望呢，能够借着跟国际接轨，将国内的产品，特别是在数位化的牙科产品推展到国际。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中心呢，以台厂的设备，那配合我们阳明的数位化牙医的课程，来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，拓展我们东南亚的新兴市场。我们立足阳明，深耕东南亚，望眼国际。